这都是对我们的一种爱。是，有的朋友人来到这儿啊，人家可能啊想看看我师父郭德纲，想看看于谦老师。嗯，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，但是对于我们这帮演员，他们也不在了。你乐什么？哭四出，这是第五出啊！你至于这么高兴吗？我这是高兴。我就说人家不在唐山了，啊，吓我一跳啊！你别，你哭什么呀你？我这个捧哏来说跟别的捧哏还不一样，就是没头发啊。这是一方面，人家这他这个。正常脱发有的是脱发，有的他这是化疗。我因为谁呀？您，我这是他们正常脱发，我是自个儿刮的。您也是岁数大了，多少有点这个就是地包天的感觉，是吧？地包天是牙，老师，您是想说地中海是吧？对，地中海。我的天哪，沾地就有。你这要说咱有头发的，就是理解不了这个你们的痛。你也。长不了多少了，嗯。您今年可能岁数的原因，您今年多大了？哎，这我不瞒各位啊，我今年都42了。四。我32。22。你说你是胎盘？没见过有这个捧哏的，这就是胎盘成精了，像话吗？但是我没想到你42，我真42，真42，不瞒各位，这么巧，这么寸，你也42？不是，那怎么巧呢？跟我脚一边大，有可比性吗？我这也一个是年龄，一个是尺寸。我这也42的，你再抬，我看能抬多少？差不多了，有味儿好像。你是不是脚对脚勾脚来着？这会儿知道嫌弃我了？你不嫌啊？这是我的好大哥。哎，真的，人他比我小点。对，我呢，他是42的，他42岁，我呢今年31，我们两个这么多年合作了，干什么？好，我推一八音盒，怎么了？你哪儿就31呀？您不比我大吗？我是比你大，但没比你大那么多，大那么一奶奶。好，就削削大那么一点儿，大那么几岁吧。我是85年的，对，作为85年来说，你再约你们几个出去，就那小村，我看着你们了，你们的，还有你们啊。别说了，越说人越多，好，3000多人一块儿约你，这嫌你了是吧？1885的，对，就是别人迁坟的时候把我忘外面了，回去了。站着，没走多远，叮，他又会了，他哪儿都想往回跑。1985年的，哎，没错。但是这个1985年的现在来说已经不年轻了，岁数也稍稍大一点了，都今年38，也快40了。不是，这一撮是骑着驴来的，是怎么？你们干嘛呀？你们这个一一的从头到一到尾，别叫姨，叫姨父。哎，姨父都叫你了，马元老师叫老公，谁喊的老公？给我站起来！那秃子是不是你？哪儿就是个没头发的呀？我感觉喊老公了，老公，你受得了吗？这个称呼，他受不起啊，他真受不起啊！你坐地好，你都快坐剧场外面了，你还在那喊，可能那后边暖和啊。对咱们的喜欢，咱也能感觉到。嗯，就说的年龄啊，对的年龄来说，不再年轻了，是没有这帮小鲜肉年轻了。到后边还有年轻的呢。对了，这算是中流砥柱，砥柱了，对不对？您说清楚了啊，中流砥柱，咱这词儿就谈不上。来德云社呀，这你多少年了？我来德云社15年了。15年，你说骗了15年，谁说的呀？后6年才骗的。捧个演员怎么叫骗了15年呢？在桌子里边，你现在10多年，你说过多少句话，是不是能查过来？那也不一样，他们捧哏的词儿就是嗯啊，这是哀海忧河别停腾，就这么点词儿。你先等等，哪有别停腾啊？没有。有没有那个演员那个节目啊，拿扇子打你们的脑袋？别停腾，你回忆回忆你挣钱的时候，
我要挣钱，我挣的也不是别人的钱呢，我呢。是不是有这环节啊？有哪个环节呀？你说捂坠子是吧？是不是吧？啊，那是工作的需要。我拿扇子打。但我们不连一块说。我不来这个。那刚才谁来的那是？我也愿意来一下。我的搭档，我的好哥哥，不允许任何人诋毁他，哪怕动他一根头发都不可以。对对对，就他一人薅，知道吗？我舍得吗？舍得，有舍才有得呢。俩人合作了都有十年了，13年了，兄弟。喊姨的也是你们吧？起哄架秧子，他们主第一。你这都忘了？我们来说，合作10多年了，搭档来说呀，也有一定的默契了。嗯，说学逗唱来说，我真说哪有个崩瓜掉字的，人家在台上都帮衬着我。现在实在接不住了。我也想让人露脸，我不想那些逗哏的老欺负捧哏的，说捧哏的傻、弱智、缺钱、脑残。你这是干嘛呢？我不说这，我只是举例子。那不是还是说了吗？您不一样，我比他们加个更字儿。你干嘛老这么妄自菲薄呀？我这叫妄自菲薄呀！啊，我认为你比他们都强，德云社那些捧哏的加一块都不如你。你是说尿酸吗？能耐。你这话都过了，我都不信。那天有一哥们问我说，德云社捧哏来说，你说是于谦捧得好还是那个孙越捧得好？我听这话我反手啪我就一大嘴巴。哎，体育馆也刮风啊。我说这俩人当中为什么没有郎鹤炎？为什么？你真是这么问他吗？ Why？ 嘿，凭什么没有我的搭档郎鹤炎？今天在这儿了啊，咱们在唐山3000多位同仁众位，我问问你，我于老师、孙老师，我们仨谁捧得最好？于谦。不是，对不对？你用屁股想，他是于谦啊。不是我想的，是你想想。对对，那怎么还非得有我呢？因为我不想让孙越垫底。说了半天还是没夸我，您瞧瞧，我夸您呢。德云社捧哏演员除了那个孙越跟于谦，您就是在里边激励鹤群的一位。那玩意儿谁看得见呢？激励鹤群，您不30几，不是40几？我42，兄弟13年，连我多大岁数都忘了。我想跟您说年轻点，42属鸡的，在鹤字科里面立住了，激励鹤群，合情合理。哎，这成语是这么拽出来的吗？就这么巧妙。哦，那你属牛的在鹤字科里边怎么算呢？对牛弹琴，挨着吗？那这就挨着了。不挨着。他怎么还挨着呢？不挨着。这是我雇的托。不不不，我觉得他们像我雇的。哎呦喂，给钱没有？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好家伙，好了好了，又退票了。好了好了，我的身体是有限的，这么多人喊人退票，又没说要你命，接待不过来。老话嘛，都是红尘是非客，对吧？是客我们都得接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不老词儿吗？啊，招待跟接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来到这儿不就是为了听相声来的？不就为了开心吗？多新鲜的娱乐场所吗？3000多人的娱乐场所，人家来到这儿，人就是为了寻欢作乐来的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就看咱们俩人说相声，但是也得把你能耐展现出来，让大伙开心开心。那要干嘛来了？捧哏的基本功，您来了，我还可以。你别老是给我捧哏，把肚子往桌子上一放。您说那是孙老师，可能不是我啊。展示展示，展示什么呀？说学逗唱4门功课，是不是也行？啊，还可以吧，对不对？不敢说行，说来讲嘴巴的干净利索，吐字发音得非常的准确。对，要不咱们这么着吧。嗯，没听清吗？要不咱们那么着，要不咱们怎么着？你是跟人吵架去了是怎么着？嘴皮子干净利索。哦，干净利索，这不绕口令吗？对了，你看我们有那个红鲤驴驴驴驴驴，像这种绕口令就是比较简单的了。刚才您说的是绕口令吗？你耳朵拉屎。驴驴驴驴，他耳朵。红鲤鱼绿鲤鱼与驴，对了，往后掉掉掉掉掉着，我发现他就没掉到地上，门后掉刀刀刀掉着，钓鱼要钓钓钓鱼，
不是钓钓鱼，钓鱼要钓刀鱼，钓刀鱼要到岛上钓，钓鱼要钓刀鱼，钓钓鱼要到钓钓刀鱼，什么什么，钓鱼要钓刀鱼，钓鱼要钓刀鱼，刀鱼钓刀鱼要到岛上钓。你这个绕口令说的忒好了，很难的，你们以为容易吗？比方说最简单的书份本份书本份，这个书份本，我发现你这个吐字发音呢很准确呀。你跟谁说话呢？你看我说的唐山话他们都爱听，要不咱下去吧，我请你吃炒面条，走，你说炒蘑菇烤香肠，你说的是唐山话？他说的正宗吗？正宗吗？我听着怎么像锦州的呢？我质疑了吗？质疑了吗？我啥时候说锦州的？你现在就是啊！我锦州的，我抻脖子受不了啊！说，对，你现在壳里待着，你别老抻出来。祝你长寿啊！这是小龟。咱聊什么呢？聊天呢，对不对？就说绕口令，我们都得会。啊，都得会最简单的，还有什么复杂的？最难的那个，哪个？你来最北的，你懂的吗？最难的，比方说大伙知道那个扁的，那扁的长的太简单了。打南边来个喇嘛那个，打南边来个喇嘛，对，那我说不上来。那个不是您这俩，您都一个简单，一说不上来，您不是来一个当不稀的说，不是能说不上来吗？您来一当件的，当件的啊，黑化肥发挥那个。哟呵，这个挺棒的。那个难不难？那确实有复杂的。跟你说，黑化肥发灰，灰化肥发黑。哦哦，这个简单啊，这是初级的，给你来个骨灰级的啊。黑化黑灰化肥，灰会挥发，发灰黑会为黑灰花会回飞。你猜我说对了吗？哎，咱让他再来一遍。好，再来一遍，你看两遍一不一样就得了。我争取错的一样。错的一样，刚才那也没对。你谁说的？刚才就对的。哦，听着啊，嗯，黑化黑灰化肥，灰会挥发，发灰黑会为黑灰花会回飞。你们给我录下来，回去再听一遍。我再说一遍，你看一不一样啊？黑化黑灰化肥，灰会挥发，发灰黑会为黑灰花会回飞。你们回去吧。说三遍，明明一样，他们说不一样。你先等会儿，先等，冷静一下。别生气。我天哪，观众都在这边，你跟这边跟谁说什么？都在这边呢。我让他们回去吧。就众仙家，众仙家都来了。我说你老想回家呢。今天都来了，今天来了很多大腕，大伙都不知道什么，梅艳芳、张国荣都在，就，听着吧，都来这捧场来了，都是我的朋友，都是哥们姐们的，都捧场来的。哦，你什么时候回去？我这次来一下。别动我！我这次来别动我，别动我！我可要开大了啊！我想带你一块儿走。我朋友，我才42，让这鞋42的你先走。行，我其实不想带你走，您呢最少还能活20-30。不是，兄弟，这碰假了啊！我这102我也受不了。没有，我说20-30，20-30不是72-102吗？不是那30，哪20-30？9:30，10:30，10:30啊，9点以后八成妻离子散。鼓什么掌啊？鼓掌啊 ！So good。花姐，希望您健康长寿。万一有一天我这台上说着说着相声，人家那个第6排那胖子站起来了。第六排的胖子跟咱12个月了，是吧？这些年都是他啊！第六排的胖子站起来，贺伦，别说了，你旁边的搭档死了，我死你边上，你都没感觉，啊、都招苍蝇了，有这么快吗？你这时候我怎么办？你把炉子架起来呀、啊！我还给你烤了啊！对呀、啊，这不正好是生意吗？好家伙！你学什么王妈妈呀？你跟这儿。来，我看看怎么个字儿。来，我看看。你干嘛呀？你像个正常人一样。我要像正常，你就不正常了。我那意思，我会很难过，真的。真说有一天你要是不在了，嗯，我很难过。有一天我要不在了，您怎么办？我请大伙吃饭。
我不在了，你们吃得下去吗？你们还有心情吃？你肯定是喜丧。我不在了，你们最喜欢的一个喜剧明星、相声演员，他离开了你们，而且是永远的离开了你们，你们不难过吗？我特别欣赏你这种反问式的导词。你肯定是个喜丧，我们一块儿给你办一个 comedy funeral。你慢点说，我能听懂。喜剧葬礼。真说有一天老狼我不在了，您说实话，咱俩合作这么多年了，没有点感情吗？不难过？哎，咱不玩笑了啊！假如有一天你真的是不在了啊、生老病死都难免的，那我也就不说相声。干嘛去？我这不是，那我就跟我媳妇一块过日子了。罢了，这是好兄弟。嗯，真说有一天，你要是不在了，怎么样？我跟你一样，我也跟你媳妇过日子去。你干嘛呀？我拿签子扎死你！我别，我的意思你不在了，对不对？你嫂子谁来照顾？嫂子长得那个屁股，不行！哪儿这时候我你喊出来了？跟我争，那情愿给你了。跟我争，你有那个实力吗？跟华强争，你有那个实力吗？哪有他的事儿？哎呦，别闹了啊！嗯，我都希望健康长寿嘛。彼此彼此。对了，我们啊，就是想把相声发扬光大啊。咱说相声为了什么呀？为了钱，不是那个，为了前面的艺术。要说钱，我先反手一大嘴巴子，你知道吗？为了钱，你说相声这么多年，你敢说为了钱，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？你对得起那些死去的相声的老前辈吗？侯宝林、马三立、侯耀文、郭德纲，你对得起谁？谁？相声前辈？谁？刚才你再说一遍。侯宝林去世的啊。马三立对。侯耀文还有谁？马季还有吗？没了。不对，刚才第四个不是他。第四我明明听的是张鹤伦吗？幻觉，幻觉，都是幻觉，幻觉。一忘一忘都一忘，去年的烦恼和姑娘。你肯定会比我走得早，我告诉你。为什么？他们全在上边呢，都是朋朋友友。来说，为什么提到刚才说是梅兰芳啊？啊，周那个张学友，外边那还在健在，对不对？张国荣啊什么的，那都我的偶像，对呗？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一多风雨，纵然寂寞不去，爱与恨都爱在心里。真的要断了过去，让明天好好继续。忘了你却可以，忘了我却太不容易。可能是唱错词了。无能为力。哎，你又知道了？不是，我知道，李宗盛写的嘛。哈，张国荣啊，他的歌都是。梅艳芳。梅艳芳啊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。看歌词呢，刚才就因为睁眼了把词给唱错了。就我都喜欢，因为我们那个年代都喜欢这一类的歌曲，八零后嘛。对了，我们八零后的回忆啊，嗯，那时候比较经典的500，五百，对不对？嗯，五百的演唱会台，我发现他的歌基本上不用唱，对，只需要弹一下吉他，音乐一起，当高渐离这是啊，高渐离得有来了。500不用开大，而且就一下的、等听见你说，我天哪，情欲难测，道路是脚步多，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，挥挥洒洒将自然看通透，当当当当当，那就不要留，时光一过不再有，你远眺。哎，我发现他比说相声的容易。这回你知道500开演唱会多容易了吧？啊、他只需要弹一下，挥一挥手，就甚至说一句那边的观众。还有那边的大合唱啊，人家这也是咱青春的回忆啊。嗯，还真是。当年还有小刚，周传雄。对，让我讲。那是小刚吗？那
不还是五百吗？俩人唱花场来了，这是。这小刚是，还有谁？哦，那是冯小刚。哎呦，我自己都没想到，我会想到冯导。真是，这好比肚脐眼放屁。怎么讲？怎么想的呢？这是。您这话呀也有个俏皮话啊，那是好比是老太太钻被窝、啊、怎么讲，给爷整笑了。就你这模样啊，就好比是熊猫叫外卖，怎么讲，损到家了。好，今天呢我就让你小刀拉屁股啊，开开眼儿。您先把那漏一手先擦擦吧。拿哪擦呀？你在乎这个吗？我不在乎，别人在乎。哈，就是我们的青春回忆吧，小刚，对不对？嗯。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热。黄昏的地平线。都把眼睛睁开。还看词儿，这个小刚，还有那个我们那时候的就任贤齐、嗯、啊，是，对不对？那个，他的歌太多了，《伤心太平洋》对，《伤心太平洋》，什么那个《心太软》《天涯》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小薇，小薇不是他唱的，那个，他又跑黄品源那儿去了，黄品源啊，黄品源对，小薇，嗯，太多了，哎呦，还有小娟儿啊，小娟儿，小薇。哎，小娟那个歌手是不是已经故去了？他唱这个，啊，又回来了。我刚才好难，我居然掐不到你的脖子。没辙，一直都在壳里。命运都无法遏制住你的喉咙。好，哎，任贤齐，我们那时候周华健。周华健，你拍自己干嘛呀？对，我喜欢的偶像吗？啊，小娟还有小娟儿。小娟儿，这是一个著名的歌手，获得了那个格莱美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一个歌曲。你往电影那儿靠什么？都获得了。哦，格莱美还有你呢。哎、有。小娟儿来说，大伙儿的有想听的，给来两句啊。一半一半。哎呀，我的天儿啊，破鞋露脚尖儿啊。没钱我光脚丫儿啊，外边飘雪花儿啊，邻家小妹瞧见了是眼泪含眼圈儿啊，她是我的心肝儿啊，起名叫小娟儿啊，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比我胖两圈儿。小娟儿，大伙儿都会。对。都有呢，都喜欢这种流行歌曲嘛。我们那时候喜欢的，嗯、那时候最经典的，后来的周杰伦，啊，对不对？周杰伦小名你知道吗？有这我不知道。王老八。周杰伦人家小名王老八，周杰伦小名王老八你都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哎呦喂，他唱的歌都知，他唱的歌里边都说出来了。怎么唱的？这么唱的，有哪首歌？我们的开始是很长的电影，放映了三年，我票都还留着，冰上的巴黎，那晚钟还在旋转，脚底下踩着针呢，是的，望着你，慢慢忘记你，没说这小名儿啊。后面啊，再给我两分钟，让我把记忆切成冰，别融化了眼泪，你妆都化了，要我怎么记得？哪儿呢？听着，记得你叫我王老八。记得你叫我王老八，你说你会哭，不是
因为在乎。再给我两分钟，让我一分钟我都不想等了。您这是王老八吗？记得将我忘了吧，王老八，你闭着眼睛唱也看错词了。记得你叫我王老八，你不叫张鹤伦吗？你是不是周杰伦？别胡说八道啊，周杰伦唱错了，对不对？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一树寒里放前朝的飘逸，而我只为遇见你伏笔。快使用双截棍，哼哼哈嘿，习武之人切记，忍者无敌。是谁在练太极，风生水起，习武之人不屈，一身正气。嘿，哇呀嘿。唱了一大杂烩，哎，当年改编的作品，嗯嗯啊，周杰伦，偶像嘛，啊，后来的四大天王，四大天王，魔力星、魔力红、魔力海、魔力兽，这四个是哪儿的？四天王不是那四个庙里的那个，我知道他们不唱歌的流行歌曲四大天王，有，对对对，那个隐居萨瓦心里呀，没门儿，你唱万物生干嘛呀？唱的歌吗？他们刘德华、郭富城，刘德华、郭富城、张学友、张鹤伦，这四谁？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没有后边最后那个刘德华、郭富城、张学友、张立民这四个人，本名也没有。刘德华、郭富城、黎明、张学友，是是是。黎明的代表作是什么？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不去。疯了，这人约我门没有啊？你沾粒就走啊？人家那歌曲名字今夜你会不会来，郭富城的代表作是什么？对你爱不完。你要怎样？你我要喝药了。我要怎样？我的个天哪，你们快把他带走吧。刘德华的代表作那太多了啊，谢谢你的爱呀，然后这个中国人呐，对，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，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呀，哎呀好痛苦呀。你干嘛呢？谢你的爱。不客气。就跟你客气了。你不是跟我客气，你唱的这是什么呀？谢谢你的爱啊。人那歌是这么唱的，你怎么唱出四川话来了？就是这么唱的吗？不是普通话的呀。就是这么唱的。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。你不行你就看看中医去，小针儿已经解决不了你的病了。这是那你说怎么唱？你不会唱你听我的。好啊，好好听我的。他这人呢瞎来。不要问我一生曾经，我唱，我唱，你唱，你唱，这片都你唱。那他这儿我更正一下，他跟我这儿起哄架样子。不要问我，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。我知道了。知道什么了？刘德华唱错了。好，我回头批评他。对，你认识人家吗？啊，咱们别改歌曲了。刘德华，对不对？还有张学友啊，张学友的《吻别》多么经典，特别好听，国外都翻唱他的歌曲。 Michael and Stroke 这个乐队翻唱，对，人家获得过格莱美，对，就是麦克劳特了，就是他们谁？麦克劳特，麦克劳特，麦克考不考他呀？还麦克老狼呢？还泰米图有哈，泰米图有哈，泰米图有搜，哦，给米有尔喊的 before I'm all 啊，那还在蹦字母的，你看看 ，Show me what love is, heaven get 个妞。盖着个牛 Show me what wonder can be true。 你不要再唱了啊，你还敢唱呢？后面我就不会了。
你看他不会了，嗯，还这么大脾气。中文这么经典，为什么要唱英文啊？您自己个儿唱的英文呢？谁说的？中文很经典的。你唱中文呢？中文经典，但是现在来说，我觉得不够经典，因为现在大家伙已经把这个歌给遗忘掉了。也不能说全遗忘，应该把它的词儿改一改。怎么改？哎，加入一些经典元素在里边啊。比方说呢？比方说《唐诗三百首》，你放到这歌里正合适。这不胡来吗？这是？真是可以的。唐诗，你这背的，你怎么唱出来？我行啊。你又行，当然了。您来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竟然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了万重山。吃咸了是怎么的？月落乌啼霜满天，相逢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这个夜半钟声到客船。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曲项向天歌。什么菜呀、啊？吃成这样？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商女不知亡国的恨。隔江犹唱双截棍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的辛苦。怎么样，还有点这意思？当然了啊，当然了。哦，裤衩着火，当然了，全是这路俏皮话，你看真的啊。这就是能耐，这不是能耐，您这改歌，您唱的好的没动过的那个改过的传统的传统的啊，传统的那我要唱一个，那就得唱个大伙都不会的。大伙都不会，您会吗？对了，您会。你们说我唱点你不会的行不行？你唱一什么我不会？唱个耗子行不行？哟，这我还真不会。哎，可我有一个你也不会。你唱什么？我唱猫。我听听你这个。我先听你那个。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，那我要唱黑猫警长不过分吧？我以为你要唱那个老骚猫那个呢。我都没听过这歌，你哪个耗子？劳动耗子。哦，劳动耗子，这我也知道。比方说工地上的杂夯耗子，就是唱出来的。对，在工地干活也是大段的唱词。哎，最好都是好几个人唱，两个人以上。你会吗？我会呀。你要会，你真会啊？当然了。你可别骗我。当然了，裤衩着火，当然了。咱。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，那压根儿咱也不骗自己啊。那咱俩来一回，怎么来呢？你要会的话，咱俩撸个不往袖子，像个干活一样。现场来个劳动号子，行吗？太好了，来，露出我修长的胳膊，特别的点题。哎，跟白莲藕似的，我俩差多些。这玩意儿也没有什么可比性，他这这么短儿。哎呦我的天！关键是看谁干活有劲儿啊，来卖力。这也干活像干活的样啊，多新鲜！撸个网袖来一回啊，来了啊！我就喜欢这个作品。来这夯绳啊，来了，同志们加把劲儿啊！哎嘿呦啊，竞赛到了高潮啊！哎嘿呦啊，歌声震天响啊！哎嘿呦啊，红旗迎风飘啊！哎嘿呦啊。你可那教授家啊，哎嘿呦啊，高了高的入云霄啊，哎嘿呦啊，叽叽喉咙咙的转，嘿，地动山也摇，嘿，高山能推倒，嘿，英雄们智谋高，嘿，开山有点钻，嘿，咱就老屌，嘿，汽车拉材料，嘿，用不着那人去挑，嘿，咱们俩大地气呀，嘿嘿，越起行越高啊，嘿嘿，大楼随风涨啊，嘿嘿，观众们心一跳啊，嘿嘿，祖国大建设呀，嘿嘿，英雄们干劲高啊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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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怎么这么快呀？就是这么快呀，怎么这么好啊？就是这么好啊。怎么这么高啊？这来就是高啊！这来怎么高啊？说听你听着啊！大炮不稳定呀，地动也不摇啊！就在那下呀，大炮能顶着啊！天地也不倒啊！万年也是老啊！机械也是工啊！叫人就省料啊！就是工就是料，多快好省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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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单丝不成线啊啊。然后呢，你刚才说咱们不是，你再说一遍让大伙儿听听。单木不成线，孤丝不成林，浑身是铁打几根，对吗？这段过去啊，就是郭老师上来自己说这段过去。行、啊，反正我记着师傅老说这句啊，就是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。哦，先介绍我。对，嗯、我的哈基米，哎，叫做。别整这洋词儿，来点小，就说搭档就搭档。哎，我的搭档，哎，叫做曹鹤阳。哎，谢谢大家。哎。哎，谢谢大家、啊、这个该介绍您了。哎，我也有名字啊，我是郎鹤炎的母亲，大伙儿大伙也认识。哦，我是郎鹤炎的父亲，谢谢大家、啊、刚才照顾了我的儿子啊，还是这张手雷好使啊。这个开个小玩笑，哎，对，烧饼在德云社很多年了啊，老演员了。哎，确实是个老演员。嗯，从这么高一直现在都这么大了。哦，对，他年头多，哎，来的确实多，但说实话啊，啊，多归多，哦，您大家伙对我的了解啊，太过于表现了，什么？您有什么表现？什么？太过于表现是什么？不是，太过于表浅了。这个表浅又是什么词儿？我不太懂。表浅不了解吗？表面跟肤浅，哎，还是你了解我？你看我，你都会组合词儿了，是吗？出门得带翻译啊，那就别、哎、太表面肤浅了，太表浅了。但是您这人一眼就看着没什么深度啊。哦，现在观众爱听这类包袱是吧？好，不是我说这意思，你哪儿表面了？大伙儿这么多年看着你长，就您各位以为我是个相声演员那不行。那么你怎么着？我有别我。我就这一个身份啊，那，嘿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我都指着人家，不是，那您直接说您什么身份？我有别的身份，你先跟个人似的站好了。我有别的身啊，您说，哎啊，我告诉您啊，我你是个善人，您指的是名字呀，还是职业呀？什么叫职业呀、啊？不是善人吗？善人，您不懂吗？没明白。善人啊，我啊，心善的。是，原来我也没发现您是这么过来的。什么叫心善的？我善，哎呀，善人您，陶老师您不懂吗？善人、啊、对，善完了都这么走道，我知道。哎呦，跟您这着急呀、啊？不是什么？您想表达的是善人吗？善人，您指的是善良。心地善良，善人就现在没有这个职业了，过去有，啊，过去，对，哦，清朝之后基本上很少见着善人了，啊，哦，您就是这种善人是吧？对，心、啊、心善啊，心地心善的，心地善心到底是什么职业？您说清楚了。什么叫不是个职业？就是内心，外在。但您的这个面相很凶残啊，我觉得。不像是一个心善的。哎，有些人就是你看着他其实是这样啊，他其实不然。哦，不然。我经常做好人好事不留名。哦，这我们都不知道。扶老太太过马路 啊，有那老太太不让扶，敢愣扶。嘿，不过马路不行。哎呦，老头躺地下了，必须扶起来，站起来，自个儿就好了。我跟你说，真的。行，你也是个善良的人。必须善人。哦。对不对？碰见那有那小孩儿、啊，哎呦，可怜呀、啊！哎，没有腿，没有腿哦，在那个地铁、公交车，一场无情大火摧毁我家园啊！有这样的啊？给钱啊！这拿着，必须的，必须！我善良，是孩子怕你把他也善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心里我善人，但是确实您能不能自然一点？太凶残了，就善人不懂吗？啊，懂了，心地善良。就是、说白了，我们的 slogan 就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。不光自个儿过得好啊，别人过得也不能比我好。哎，对，哎，啊，不是，就是我过得也得好，别人过得不能好。什么？就是我过得不能比别人，就是我，哎，好，大都好就行。我们要过成他好，我也好。您等会儿，您先捋清楚思维啊。嗯、应该是你是个善人，是不是？对，应该是你过得好，你也得让别人过得好。哎，对了，哎，我过得好，我也得让别人过得好啊，这就是善人。哎，对了，啊、他好我也好嘛，最后变成哥俩好嘛。对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哎，广州好迪嘛。我跟你玩呢，我。哎，大哥还听过这广告，会员肾宝。行。是，您花那一毛钱，这是这有竞品了，你甭来这一套，就是善人。哎，对，那怎么能促使你想当一个善人？哎，
不是促使啊，啊，辈儿辈儿。什么？辈儿辈儿是善人。那你们的家谱是怎么传承下来的？辈儿辈儿都是善人。就其实这儿吧，他没有设计包。我听那录音，他这儿没乐，你知道吗？人家说完，郭宇老师说完就过去了。但是到这儿，您不要自我发挥，好不好？没过去。郭德纲相声专场，你知道吗？相声创作专场，咱不要再你说二度创作了。你说你的，你说你就是辈儿辈儿都是善人，辈儿辈儿都是心善的人。对，我没有二度创作。人于老师没这句，人于老师，我怕大伙儿听不清楚。大家伙现在已经理解得很透彻了。贯彻的很彻底了，已经。那你们家是怎么传承下来的呢？哎，就我们家有祖训，这么有水平。那嘿啊，您说说什么祖训？有祖训啊，叫什么呢？什么？我不认字儿，好像。哎，有也得背过吧。有祖训，有祖训，叫什么？啊、我想那句祖训怎么说来着？藏秘排油，不是，祖训不是这句，不用啊，什么天。什么什么天将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饿其必吃，吃完再干。反正有这么一句，一家子饭桶啊，饿其体肤啊。对，他们可能也背不了这么远。倒不能受，不能受饿啊，就不能受饿。对，所以也看不得别人受饿。对，啊，必须这样。哦，有水平。而且我们呢，帮助人你得有能力。哦，个人得有能力。对，你说你都要饭了，你帮助别人，你帮助不了别人。那当然了，对不对？嗯，你得有能力。嗯，所以家里边呢，就一直呢培养我。哦，怎么培养？送我出国留学。哎，对，我呢，您稍等会儿，在全世界游学。行，您先歇会儿，啊。只要了解咱们家的人都知道，您初二都没念完，您还留学。人家一直都说咱们家是文化有限公司，就是从你这样的人身上说出来的。你还敢当着大伙大言不惭地说你留学？你从哪儿留学？文化有限公司创作这么多新作品吗？你太有限了。我你以为是初二？初二那是一我们出去上学去了。为什么网上那个媒体老说我？走德云社好几回，那都是我出国留学，他们不愿意那么写。哦，这些年走好几回是？那是我留学去了。哦，不是，你要是包袱你就翻，你别老乐行不行啊？你老乐上，你说话呀！台下创作的时候没有这句啊。你别老当观众，你花钱，你不是花钱，你挣钱来，你说两句行不行？你老乐什么？就是说您这么多年，就是人家网传自媒体说烧饼又离开德云社又退出，其实你是出去留学。哎，对溜。然后前脚写完帖子出去留学，第二天就回来了，不留一天学，别留一天，我那一天都在飞机上了，对不对？鼻涕都比这流得多，我告诉你。出国留学，出国好，那您都是世界级的高校啊，啊，都是世界级的985211啊。除了咱们国家有985211吗？当然，咱们国家的我也没上去过，啊，就是国外的去过是吧？哎，都是好学校，还去过好几个。哎，海您说一说，我们听一听。游历各国的高学啊，好，哎，高学叫大学呀，啊，高等学府 啊，像什么，啊，英国的牛街。啊，牛街，哎，英国的牛街，牛，美国的天幕，哎，瑞士的西北角，啊，行了，还去过美国的麻绳大学，麻绳大学，我们都是那儿的蚂蚱，反正，哎，嗯，你们学校都是一根绳的蚂蚱，是不是？什么叫麻绳理工的？哎，你甭管是哪儿吧，最后，啊，我毕业于柬埔寨大学，柬埔寨大学，哎，柬埔寨大学，俗称柬大，哎呦，那你可够黄的呀，哎呦。你看郭老师的包还是小，什么叫简大呀？就是简称嘛。去了那么多国家好大学，最后落一柬埔寨大学。哎，对，六就简大毕业的。对，简大。哦，哎，简大。烧饼就得简大。烧饼就得简大一点，是这个。对，简大。对，可以理解啊，可以理解啊。谢谢老师。啊，
要不这包没有串踢 啊， 啊行，那么您发完之后呢？啊，什么叫发完之后？简单面啊，发您简单发什么？学成之后哦，毕业以后。哎，对溜啊，对溜，我们老对溜对溜。学成之后啊，我就决定了 啊要游历世界。哦，这会儿开始得当善人了。对了，哦，帮助全世界的穷人，哪儿需要帮助，我就冲到一线上边去。哦，都不在国内了，全世界，全世界，人要大爱无疆啊。哎呦嘿，必须，这个觉悟好，咱们的这个那叫什么眼界。对 ，level 得高。那你问我，你直接拽文不就得了吗？你就是 level 得高，哎，姿态得拿得住，对不对？可以可以、啊。哪儿穷，咱去哪儿啊？行，那选吧。哎、啊，资源比较匮乏的地儿啊，那个地区什么？哎，对了啊，沙漠怎么样？沙漠可以啊，沙漠啊，去那儿啊，无人区之类的那种沙漠、哎、对，比较惨，没有物资啊，哎呦，哦、还缺水呀、啊，缺什么、啊？哎呀，太惨了、啊，穷人肯定多呀。哦，第一站，哎、沙特。你确定你去的是沙特吗？哎呀，到了沙特呀！哦，我看那儿的人呢，哎呦，惨到一定程度了。有多惨呀、啊？没一件正经衣服，也没一件正经褂子啊！好家伙，弄一被单子缠脑袋，哎呦，这人太需要我的帮助了啊！过去我拉着他的手啊，必须啊！那怎么说呢？你好，我是善人。啊、他可能没太听懂啊。你好啊，我是善人。这句也听不懂。刚才那句听不懂，这句也完，这么着不像外语吗？这你就表达就行了。你需要我的帮助不？啊，需要帮助吗？哎，来了四个保安给我架走了，人家开着库里南扬长而去。废话，人那儿多有钱呢，不用我帮忙啊！切，呸！嗯，活该，死去！这不让帮忙还骂人家，他用不着我。好，沙特这么多人，可能就让我赶上这么一个富人。啊，你整个沙特就这一有钱的，对不对？沙漠大了啊，那倒是。别的地儿不需要我的帮助吗？总会有穷人嘛。别的地儿不需要善人吗？我得去呀！啊，那接着走吧。穷人们需要我呀！啊，我这个 level 我得到那儿啊，对不对？哎、呵呵呵，沙漠里走了四天四夜，这么长时间，到了第二站啊，迪拜。你够能溜达的。哎呀，终于看到这么一位啊！啊，脚底下穿着拖鞋呀、啊，那惨到什么程度啊？哦，过去。一把啊，抱住他的拖鞋。你等会儿，你怎么抱住人拖鞋呀？我想站没站起来啊。哦，对，走了四天四夜沙漠里嘛，抱住他的拖鞋啊，用我那干裂的双唇，从嗓子眼儿挤出这么几个字儿啊：善人。好，他是善人，需要帮助吗？啊，是他救了我。也不知道谁行善呢。哎呀、啊，给我包了一架私人飞机，送了我300万美金，把我送回来了。你俩到底谁是善人？人救你，不用我帮忙，活该啊！死去，给钱还得骂人，真是的、嗯。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大爱无疆啊！就你欠、哎，我有了钱了啊！我有了第一桶金，我给他们花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您这钱不是人家给你的吗？可是你没钱啊，没钱你行个屁善呀你！这不咱不就现在有钱了吗？人家给你的钱，给你300万美金啊，对呀、啊，然后你现在算有钱人了啊，那不算吗？啊，那倒算，行，那行善吧，对不对？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啊，我决定，嗯，哎，先买个房子住、嗯。你连房子都没有，还行善去呢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我有房，我不爱住，行不行啊？哦，我有房，我是为了行善方便，然后先买一房。对溜，对溜。对六对六，行行、啊、哎，我现在的工作啊，往返于京津两地，哦，在这一片行，对、啊、我得离着这个地儿近，哦，来回跑两个城市，哎哎哎，我倒霉模样的、哎哎，哦，来回跑啊，哎啊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就买这附近的房啊，这附近，那京津方便走起来，那就台湖，哎，告你京津两地，还哪儿彩玉，京津两地，杨村。第六放在杨村啊，买仨，买仨是什么意思、啊？买仨，这仨地儿啊啊都买喽，一个地儿买一套，哎，一个地儿买一套，我就给你浪的、哎。为了方便帮助别人，嗯，为了方便帮助别人啊，一个地儿买一套，哎，啊、买好了住进去啊，有那个人大半夜行个方便，行个方便，哎、哦，找你帮忙。对了，啊、帮帮帮，一敲门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能上您这儿上个厕所吗？啊、尿。啊，借个洗手间，随便尿，
瞧这嘴撇的，随便，我是善人啊，啊，我就怕你不尿。对，他也用不着那地儿。对，哎，你帮忙嘛，就尿随便尿啊，你尿尿我都给你吹哨，知道吗？哎呦，怎么了？善人嘛。等会儿吧，人家尿你站边上站着看着呀，咱不能想什么就盼什么。我就只是就说那心情啊，啊心情不是说人尿跟着。没有，比一个比喻啊，比喻，哎，就我们心善啊，帮助别人，不管给人行方便，然后还得服务周到。哎，对，啊、行方便就方便，对不对？啊，随便方便，对不对？啊、大号行，没问题，来拉起来，来拉来，哎，没问题，服务真周到、啊、哎，对，自动的马桶啊，还自动的，哎，管吹管洗，我管擦，来走起，下一位。你可真行、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太爱了。女的行吗？没问题，女的专门给女士准备个厕所。啊、你就不进去帮忙？这不行，别，这是开玩笑了。不是，那也是，对不对？女士有女士专用厕所，啊，想的就这么周到，哦，服务就这么到位。嘿，哪车误半道了，没油了啊？加油，上你们家加。我们这有，哦、你说九几的？90、95、98，柴油都有，给钱不要钱？哦，还不要钱？别提钱，别撕，别，就还跟这样？别给我钱？哦，不要钱，扫码。哎，废话，那不还是交钱吗？什么扫码不还是交钱吗？哎呀，不要钱，交个朋友啊！哦，交朋友，对不对？想吃泡面，我给你切，我给你切烤肠，我给你烤。哎，您等会儿，您是不是住服务区了？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你瞧郭德纲真优秀，这个。这不是又厕所又加油又烤肠又泡面，这不就是服务区干的？哎呀，帮助别人，善人嘛，对不对？哦。后来发现当善人啊，啊，就是这休息差点意思。为什么？一天都干活了，一醒了就得扫厕所，然后中午给人加油，晚上就给人沏泡面，太累，钱不够你挣的了。厕所好几十个坑，一个一个擦屁股。你可太善良了，你可哎呦，帮人嘛，服务于人嘛，对不对？服务啊，那你是往返于三个服务区吗？累呀，累呀！刚擦完这个，那边又脏了。哎呀，看你这个表情，对不对？风餐露宿，而且冒风险呢，冒什么风险？有生命危险呀！啊、你想想，从这边擦完了，上灶对个还得擦，那车他可不理我呀，他真撞啊！好家伙，你直接横着过去，没有天桥啊！哎，你不会这边一趟线到北京再折回来再擦这擦？哎呦，过路费我不得交啊？那高速费也挺贵，谁给我报去？对不对？好，善人不能老光往里自己搭钱，对吧？善人、啊、哎呦，后来实在没辙了啊、哎！我想啊，算了，我得歇一阵儿。你可能不止歇一阵儿，得歇，得好好歇歇，调理调理身体。哦，哎，我呢、啊、跟杨村买了个大宅子，哦、啊，就定居在杨村了，哎、有个小房。小房还小房，哎、可以远离闹市区，哎、不是服务区啊。好清静，有一个小房子啊，小房子，哎，有一个小房子，多少平啊？占地79亩，79亩，哎，79亩，哎呦，哎，四四方方的一个大宅子，79亩，你亩不亩？放眼片啊，79亩是四四方方的，你怎么算出来的？怎么不会是四四方方？你除以四啊，那玩意儿除得开吗？除得开，这边27，那边20，这边20，后边36，你不就除开了吗？这一溜啊，对吗？当年就不该留学，先把数学弄明白。那是不是那是四四方方吗？我老师这么教的。你怎么看出来四四方方？四的，你从哪看呀、啊？从哪？从外边看呀、啊？我从里边看都是四四方方的。也是啊，就是一个就啊，79亩的四四方方的一个院子，对，那也不小啊，这确实不小 啊, 啊。你想那么大地儿，哦，75亩四四方方的一个大院，停，怎么改了？79亩、嗯、是吗？多少亩？79啊，七十几？九，79亩，这边39，这边20，那边7，后边46。你倒不对，你这边不27，这边20，那边那我也忘了那边几了我。不是你这你这边应该是27开始，反正是个大院子，65亩的一个大院子，79亩吧？怎么又65亩了？几十几亩？79，79亩没错，一直是79亩啊。这边30，那边10，后边25，78。哎，那个听我的，善人啊，善人，你还是扫厕所去吧，要不？
这算不明白。行，你就最后说一准数，咱就按理说了。好，哎，就是有一个15平的小房。都捋一下啊，79亩四四方方大院子里边有一个15平的小房。对，那四周围呢？什么都没有。院墙？对，高墙，高墙啊，4米多高。4米多高啊！别等那水泥干了啊，拿那啤酒瓶子啐得了，都插上。玻璃碴子、哎、有4个观望台，啊、小垛子啊，观望台、啊、站4个保安，拿着枪跟这扫着，哎，探照灯跟这照着，谁都别想进来。他可能是怕你跑出去，我跟你说。我是怕人进来。怕什么进来呀、啊？你这不跟监狱似的吗？这什么叫监狱？保护我的安全。还保护你的安全。哎，那是我沙特那四个哥们来了，知道吗？站上面等着。哎，对溜。不是，那你关键是，那你这院子盖那怎么开门啊？这个没有门啊，4米高，然后79亩的大院子没有门。这边30，这边别数这个，别数这个，就是没有门，没有门。那你吃喝怎么解决呀、啊？吃喝叫外卖啊，现在这么方便。你没有门，那外卖怎么送进来呀、啊？往里扔，怎么扔啊？就你扔我咔。怎么外边外卖这砍狗来了是怎么着？往里扔？什么叫砍狗啊？就要这个反应，趣味啊，就训练你。哎，训练我。就是一个大院子，中间有个15平的房子。哎，对，15平。你就睡在这儿，我睡这儿。好、哎、极，清静，啊，是挺清静。清静，您这玩意儿跟看坟似的，真是挺清静的。清静、啊，每天生物钟很准。啊，生物钟哦。早上起来6点我就睁眼。哦，这么准，6点啊？哎，一睁眼啊，啊，我那60个佣人就已经准备好了。跟这看着，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您有60个佣人？对呀、啊，都住这儿吗？不住这儿啊，不住院子里，不住院子里啊。那他们住哪儿啊？天津市里。怎么住天津市里啊？给他们每人买了个房。你是浪的吗你？你干什么？天津市里给60个佣人每人买套房，然后你住这么一破院子中间，你疯了？我爱清静啊，我可以伺候你一辈子，你给我买几套？你伺候我有他们伺候我好吗？好，60个佣人睁，不对，您等会儿，15平，你睁眼睛，60个佣人就站你面前了，他们跑这儿守灵来了吧？你说那么瘆得慌干嘛呀？你不再说你15平的房子站得下60个佣人？怎么站不下？我那房子挑高高啊，挑高怎么他们都摞着站？什么叫摞着站？挑高高啊？能有多高啊？70米。啊，你住烟囱里是吧？这话让你70米60个人逻辑呗，你管着管不着，人家都站里了啊，都挤进来了，人都有活都忙活起来了啊，60个睁眼有开窗户散味儿的啊，放放味儿、哎、空气不好。哎，对了，有倒那个鱼儿的，然后呢倒什么鱼儿的？鱼儿？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鱼儿尿盆啊也可以。我说怎么开窗户放味儿的？你那么大个院子，15平，推门出去你就尿呗，那让这4人看见了呢？炮楼上那4个，对呀、啊，看见就看见呗。哎呦，他们还拍我呢，拍就拍呗。那不行，我是个演员，我臊的。尿尿不害怕，你就拍吧。哎呦，不是没被拍过。刚才人家拉着你的手，别让你使那包去。没拉我，拉你。我没说出来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还是在屋里尿，就在屋里尿啊，就在屋里尿。哦、哎，对溜对溜，哎，跟这，哎，有人 啊，给我擦脸擦身上的，不是你不动，睁眼睛都不动。对对对对对，这、啊、叫伺候我吗？啊、擦脸擦身上的啊，哎，还有给我穿衣服的啊，还有给我化妆的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下一步就该鞠躬了，是不是？干嘛鞠躬？转圈我就要死是怎么着？不是，您等会儿。早上6点睁眼睛，屋里站60个人，给他擦脸擦身子，换穿衣服，还有化妆，多瘆得慌！早上6点就干，太瘆得慌了。怎么5点起他也得给我化呀？为什么要化妆呢？睁眼，我怕人拍我。哦，你是个演员。哦，对，我是个演员。哦，得化的就漂亮一点。那当然得漂漂亮亮的了。哦，明白了、哎、弄得漂漂亮亮的，嗯，得出去跑步。哦，锻炼身体，要求自律，每一天啊，他一直很自律，必须打卡。哎呵，跟着跑院子里跑、哎、啊，60个佣人追着我，追着你干嘛呀？哎，给我递牙膏的，给我递牙刷的、啊，刷牙，边跑边刷牙。您等会儿，你站住了，刷子那不能跑步，不能耽误呀。哦，不能耽误。对呀、啊，边跑边刷，啊、腮帮子都杵漏了，换这边。哦，不能停啊，接着刷。挤洗面奶，洗面奶、啊，哎，往脸上干搓。
呦呵，边跑边搓。洗头水，干揉。啊，边跑边洗。沐浴露，干洗。哎呦呵呵。哎，后边实在追不上了，拿水管子滋我。你可能跑就是因为有人滋你。哎，跑到最后出一身透汗啊，回屋啊，哎，给我擦脸擦身子，给我穿衣服，给我化妆。这回该烧了。哎，该烧了。又折腾一遍，您这玩意儿该烧了，像话吗？那不是你这跑完了呢？都弄得了，收拾干净了啊，开始跟着喝喝茶。哦，清早起就清清是吧？哎，对了，就清肠。早上起来我们讲究涮一涮。哦，涮一涮。哎，喝喝茶，喝茶，高雅的活动。你，嘿嘿，你不懂。哎，我还行，我这谁不懂？你哪懂这个讲究？你会喝茶吗？你？哎，多少了解一点。你怎么喝茶？找一茶缸子，抓把茶叶叭一扔。滴上水，去拿水一砸，砸完之后一喝，完了。你那叫解渴，你我们那叫喝茶，知道吗？这一样吗？这大把缸子，你瞧你大缸子是。那你像你说你怎么喝？咱这水就讲究，水怎么讲究？过去啊，北京讲究喝玉泉山的水，那不是皇帝才喝的。哎，多少年了不灵啊？哦，不行了，我们自个儿打井，还自个儿打井。哦啊，对，人院子大，院子里打口井，然后下嘿，我怎么烫着了？是怎么着？干嘛院里啊？屋里。你等会儿，15平的屋子里有口井啊？您那井口多大呀？15平。那你睡哪儿啊？睡屋里啊。屋里不是井口吗？你睡沿上啊？你信了？啊。傻子，什么叫傻子？你在屋里打口井，真的假的啊？真的呀，就为了喝水方便。对呀，那井口到底多大呀？井口就一胳膊根粗吧，胳膊根粗。哎，就刚开始，哎，能伸进。这玩意儿天上一脚，地上一会儿15平，一会儿胳膊根粗。哎，对溜对溜，啊、就这。本来我那个本来就是惦记打井，结果是那图纸拿到了。那哦，就那这井多深啊？70米啊。淹走70米，这七十米，70米、啊，别掉进去啊！掉进去淹，你往这儿尿多好呢！这不连鱼儿都省得倒了吗？这不是？我那是井，不是下水井。你可能不在乎，我在乎。您都是化完妆准备烧的人，您。我在乎，哦，有我自己喝那水井里边撒碎的吗？您这包翻忒脏，不是确实，我在乎啊，在乎，好，在乎，就专门喝水的井，对，在你的卧室里。哎，对溜，这是风水，占风水，占风水。哎，对溜，对溜，保鲜，你不懂，你不懂啊？行好，就喝水，喝它。哎，有老式水井，带露露的那个，摇的。哎，露露女人和你忘了？你是想说狗吧？对对对对对，篱笆女人和狗，露露女人和井，我赶上了。这是俩连续剧，90后不懂。我听师傅那包可能听串了，我这个啊，什么离摇的，反正得有你啊，这手来这套。哎，就是反正自己打的井啊，自己打的井，自己喝自己打井的井水。你差点咬着舌头。自己喝自己打的井的井水。哦，哎，这六每天一上来就来摇。哦，那个谁，一会儿出一身汗，出一身汗，记得溜着溜着擦，穿衣服，化妆。反正他一天也没有别的事儿，多死几回。事儿多了，好，踏踏实实的弄得了井水，往那一坐，坐谁都比你讲究。找快壶，哎，嘿，还快壶，我们自己家里边弄那个潮汕的那种什么烧那个炭炉，牛哎，手拉炉，懂吗？我用火锅呢，嘿，手拉炉，小炉，谁拿火锅喝茶呀？端着铜锅，一提潮汕我就牛肉火锅。什么牛肉啊？我知道，我还真看过那，就那小炉里边还讲究那个烧那个炭，烧那个荔枝炭啊，拿荔枝炭烧完这个水里都有荔枝味儿。那不行啊，那能花多少钱呀？哟，这还不行。我们核桃炭，核桃哦，咱平时那个脆皮核桃，不什么脆皮吃的不？那什么呀？文玩核桃，柔的，狮子头、蛤蟆头、嚯、虎头、哦、盘龙纹，哎、哦，越老越好，盘出来的。
百年的烧炭。懂了懂了，这种核桃砸碎烧完水里有核桃味儿没有？哎，这没有，你干嘛烧它呀？气我胃，气老头儿。哎，让他们盘着那帮人看着我烧着，哎呀，心脏疼，吃速效，哎，难受。多孙子呀，这、哎、烧得了炭，水叭叭叭叭这么一开，哦，拿着水、啊、烫烫我这壶，弄仨小碗，三个小碗，三个小茶碗，甭管谁喝谁不喝，也是仨小碗。哦，三个，为什么？哎、先温温壶，拿这壶。啊里边热水砸这仨小碗，这有讲究。什么讲究？哎，这叫关公巡城，韩信点兵。哎，我还真不懂讲究。哦，涮完了碗之后怎么着？弄得了，把这盖打开了啊，把我这好茶叶啊，立顿的红茶撕开了，哎、放进去，袋儿当到外边倒水。别倒了，浪的呀！跟山人说话，浪，你还不如死去呢！我跟你说。哦，折腾一溜够，又砸核桃，又得气老头了，完最后喝一袋儿茶。怕省事儿吗？这不是你费这么大劲干嘛呢？你我怕你不懂。谁不懂了？你甭费那么大劲，哥，你这种性格，直接撕开了，把茶叶往嘴里一放，这绳儿荡了出来，拿开水啊，这最适合你。你这人你就较劲，不是较劲，你就直接说。我怕说那好茶叶你都没喝过。哎呦，现在谁没喝过好茶叶？都喝过。哎呦喂，你哪喝过那好茶叶去呀？你说什么茶？普洱茶，你喝过吗？普洱懂吗你？云南普洱谁不知道？哪儿的？哪哪儿？云南普洱啊！你那不正宗。云南普洱还不正宗？我跟你讲啊，啊，普洱的产地在呼伦贝尔大草原。你别闹，就是云南普洱。嘿，普洱茶饼大产大是茶饼吗？茶饼。对呀、啊。产地呼伦贝尔大草原。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哎，你少见多怪，你到夏天啊，你就去采去。那地上有的是啊，粪饼吗？哦，你喜欢它开水七十吗？你这厮怎么说话？我那网上的直播间买的，人家是茶饼，你这喝粪饼？哎呦，烧饼啊！哎呀，烧饼、啊！你这人，我跟你说，你哎呀，你好不了你。他开水我七十。我们那都是直播间买的。哪个直播间买的？我们那直播间有一女主播嘛，啊，牛飞不是那个粪饼有的是，有牛飞有的是，边界小姐是吧？对，别冲我说话，嘴里鼓粪儿去。我就说，我这都加个小包，我怕你听不懂，知道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我们还是喝云南的吧。哎，你甭管哪儿，反正喝完水涮得了之后啊，开始吃早点。早饭哦，涮完了再吃吧。哎，吃早点啊？那吃什么呢？来四斤高杆。哎，嗯，四斤高杆。高杆啊。来四斤面茶啊，稍微有点干，裂心 啊，拿那个藕粉呢，来四斤给顺下去。怎么没噎死你呢？哎，后来说话都有点费劲。喝水呀、啊？不喝水了，刚才喝多了是吧？现在说话张嘴爆不是？啊、对，牛粪还玩反了。哎呀，稍微有点拉不开栓、啊、哦，拉不开栓、啊、哎，吃得了之后，嗯嗯，上院里溜达溜达，院里不什么都没有吗？什么叫什么没有？你不说的吗？各式各样的植物，只是你看不见而已。哦，还有植物？当然了，啊，仙人掌，仙啊，霸王鞭，哦，仙人球，嚯，食人树，哎哎呦，全都有，都带刺儿的，都带刺儿的，这哪儿来的呀？都是沙特那哥们送我的。你们还有友谊？哎，那当然了啊，就是这个小小植物。哎，还有动物呢、啊、还有动物，热带动物都是什么呀？斑马啊，斑马，这斑马都这样、哎、斑马羚羊哎，长颈鹿、啊、哎、啊、还有邓羚。邓羚是什么玩意儿？邓羚也是一种，就是你选的这些动物没有一个能老实待会儿的那种，是不是？现在都老实待着呢。为什么呀？在刺儿上都扎着呢。植物太多了，哎，看着方便。啊、看完了之后、嗯，看看我院里这白塔，哎，知道白塔吗？哦、我这搭了个小塔，是吗？白色的、哎，没有小塔。什么呀？老木高，老木高那个。嗨，顶天四米的院墙，跟他一边高。老、啊，北京有一个白塔寺，知道吗？我知道大白塔，我知道。嘿。我们院里的那个白塔啊，比白塔寺那个塔寺，哎，嗯，什么？不是，我院里的那个白塔啊，比白塔寺那个寺塔，什么？不是，
我院里的那个白塔比白塔寺那个塔塌。爸，我院里藕粉快吐出来了，我院里的那个白塔，这什么白塔？我院里的那个白塔比白塔寺那个塔哈。白塔，哎呀，你说，你个笨蛋玩意儿，我告诉你，比你们家的那个白塔比白塔寺不是北塔干嘛？你们家那个白塔比白塔寺那个白塔还大？哎，不对，哎，不对，不对。哪儿不对了？我们家那个白塔比白塔寺那个塔白。OK 了，哎，累坏我了。哎，好家伙，这包又响了。谢谢师傅。行了。好，怎么不累死你呢？这一个活，他就有这么一个记忆点。不是，比他白管什么用啊？比他白呀，你得说比他大。那管什么用啊？白塔比的是白，比不是比大。没听说过白塔，白塔，你要大塔比大行了，白塔比白呀。留学就留出这么个玩意儿来，我跟你说吧，不是塔的重点在白，不在大。你这白塔，它再是白塔，再白它也有年久失修，它不白。我天天说爱，我刮大白啊。你有病，建一白塔，天天刮大白。哎呦，这你不懂了、啊。我为什么盖这塔呀？为什么呀？我这是发愿呢。就为了盖这么个塔，哎呦，希望全世界没有穷人，都能吃上饭，都能好好的。哎，发愿必须让它白。我还没法反驳，人家确实好寓意。必须让它白啊，天天的。哎，我天天刮大白，天天刮大白。哎，我那都是秘方，秘方啊，对，不是买那涂料，那是跟那个西藏那布达拉宫那一样。哟，我这漆能吃，什么意思？就拿那个牛奶兑那个白糖，白往上刷。你没看见布达拉宫都舔丢好几个角了？我不知道，这我还真没注意过。你过两天冷的时候上我们家舔去。哦，哎，夏天你就知道什么味儿了。为什么呢？粘上了。废话，牛奶都馊了。每天必须刷一遍糖啊，修缮一次。哎，必须刮大白啊，那刮大白，刮大白，善人待你刮大白。哎，等会儿停，等会儿不是，不行，等会儿，别拦我啊！不，必须我得来，我不，我怎么必须来？要这么熟，不传统，不是应该是饼哥带你发大财？不是，当善人必须刮大白啊！刮大白，刮大白，善人带你刮大白，大白啊！每天吃完了高干，喝完藕粉，就这出，哎，必须刮大白，擦糖啊！每天醒了都锻炼完来一次，拿绳子套塔尖上，这边拴腰上。勒好了，哎呵，哎，刮这大白啊，刮，哎，站起来啊，一下午刮这一个大白啊，这到下午一整天就其实就干这一个活，哎，必须刮，每天坚持，各位，行，贵在坚持，行，在我的字典里边啊就没有困难二字，哦，那还挺优秀的，我就没有字典，哎，那你说他干嘛呢？没有字典像话吗？我字典就没有字。行了，甭说那个，你天天你说每天美的都刮这个大白，对，大白塔，对，为了漂白，你也没时间出去行善去啊？谁说的？啊？谁说赶上节假日，我们该出去行善得出去行善啊？什么日子？我听中国老三节啊？啊，老三节，对不对啊？五月节，啊啊，八月节，对，圣诞节是老三节。你等会儿，圣诞节不是，万圣节，哎，万圣节也不是，没人春节。对呀，哎，到这日子该给小伙伴们放福利了。啊，你能放出什么福利呢？哎，五月初五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哎，五月初五端午节吗？啊，端午节，对，哎，对，纪念屈原吃粽子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包粽子给大家伙啊，啊，那很平常了，包粽子，哎，你那一粽子里边一个枣不行啊，搁枣吗？哎，我们家那粽子叶啊，你那这么窄溜，不，那你这是两米乘两米，就床单，哎，床单干嘛呀？两米乘要被罩，被罩都不用包，直接拉锁拉开往里扔。然后拉锁一拉，扔锅里煮，是这意思吗？哦，扔井里泡，对不对？你这人都不会吃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粽子叶织成一席子，往里边倒，就拿凉席裹着泡，是这意思吗？就是往里边放啊，放哦，哎，放枣，来五十斤枣，五十斤枣，五十斤枣，哎呦，哎，200个咸鸭蛋，不得齁死啊！四个大火腿放里边，那得去骨，哎，搁5000个钢镚儿。干嘛搁5000个钢镚儿啊？咬钱吗？那不是吃饺子才咬钱。哎，我们年年吃饺子，这里边也得放5000个。再给，哎，你吃完再把牙崩了。哎，搁3粒米，
包得了之后，这是粽子吗？粽子三粒米，你管着管不着啊？对对，就钢镚儿最多啊。但是有钱人家任性。这是五月节，五月节啊，到了八月节，八月节吃月饼啊，月饼好。哎，一个月饼这么点儿、啊、不行，那怎么着？这么大个。啊，井口那么大，井口，哎，十五瓶，十五瓶那么大，哎、青丝、红丝、八宝啊，全放、哎、枣泥的啊，哎，各式各样的，啊、往里边放着5000块钱钢镚儿，盖好了扣得了，蒸。他这玩意儿都硌牙、哎、啊。到了春节，春节饺子，哎，正格得放钢镚儿了，不放钢镚儿，那放什么？放手机，包里一个饺子里包手机，哎，包里华为 P60 包进去、哦，还是新款，下锅煮，哎，飘起来就算熟啊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饺子包手机下锅煮，饺子也没吃着，手机也用不了，是这意思吗？你甭管、啊、就位放福利、哦、想要什么东西、啊、跟我提要求、哦、善人必须满足你。嘿，缺钱了啊，走走去、啊、工商银行啊，自己取去，取钱去。哎、啊、想要手表劳力士啊，自己带去，自己带。哎，想要金子没问题啊，六福珠宝自己抢去。哎，什么手枪没有、啊、我后备箱有。哎，对不对？坦克车自个儿开去，导弹马上就到。行行行，等等，快去。我您是善人，我是病人，别说了。